牛骨髓来喽。看，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它都是油呀，宝贝们，不是所谓的鸡蛋糕啊、哦。推一个出来，能看到吗？它是有连着的这个筋膜在上面的。哇，这口真香。都是包筋膜的。太香了，给我吓得都不敢吃骨髓了。说我成天整个老破假骨髓，整的一出我看就烦，装的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口挖不出来，能看清吗？鸡蛋糕没有这样的，宝贝们。原有牛骨髓来了啊！看看，不是鸡蛋糕，你自己挑一块。啥呀？你又吃不了？你咋的？你给起来吧。真冤有我哟！看面，不要。多香啊！这玩意不能多吃啊。
掉了这个。老香了，牛骨髓来喽，再冷冷他就上马桶里浇的，一个一个的。哎呀，这牛骨髓咋狗叉里出来的？大劲儿了吧，嘿嘿，哎，看看，纯牛骨髓是这种可以拉丝儿的。嗯，这个没有，我吃过了吧？哈？感觉我感冒了之后记性这么不好呢，也好，最后一个，你们要的牛骨髓来了啊，哎。哟呵，这是牛油大果冻。吸不出来了，就倒着抠。这个想第一口吃面吃，这个肯定得嗷嗷上头。嗯，我是鸡蛋糕啊。这金木瓜怪好吃的，来一盆原有的牛骨髓，这是纯原切的骨髓啊，看到吗？哎呦，
上次我拿骨髓没等抠，自己就掉出来。老铁说：“哎呀，你全是鸡蛋糕惯的，这种就是糊大劲儿了，掉下来了啊、哦！”你可以问问他们懂的。嗯，你自己看。蛋糕它不可能会拉丝儿，你看那家伙，就这点孙子辈的，这不是最过瘾的了，一口上头系列。今天这个骨髓是裸了之后烤了一下，哇呀呀呀呀！刚才啥没发生啊？烤下去变成这样一坨一坨的了。